食多啲啊吓，食多啲啊女，嗱，唔好净系挂住食肉啊，你食啲菜啊女，喂，哈利，哎呀，你真系啊，喜儿啊，唔得噶，要食多啲菜啊，食多啲菜咧，皮肤先至会靓嘅，知唔知啊？喂喂女，喂你真系隔篱饭香噶噃吓，妈妈夹俾你，你就唔食。是要姨姨夾給你才吃點同呢朱莉亞靚女是吧她說養顏就是養顏的不同你吧哇你的樣子沒有說服力的女兒都不聽你說呢、啊、你的口水喂你這麼多口水你吃多些菠菜養顏吧、啊、好啊不拘那麼有我過來吃啊歡歡迎啊來啊來啊來啊這麼巧啊哎呀這麼巧啊你來幹什麼吃饭呢、啊、和我女朋友。好好来坐。嗯坐坐坐坐。吃个饱了真的。哇你吃个咩菜呀、啊、好像好新鲜咁喎。呢个是菠菜好养颜的。是养颜的。我哋又点呢个菜啊姐姐你咁靓都唔使吃呢个菜啦。留下给我妈妈食啦，真是犀利嘅啫吓，个女朋友或者好靓女喎，人家花咁样嘛。哎呀，客气啦，没办法，这就是命，你说气人不？阿叔伯，你有冇听讲过一句说话咧，叫做一朵鲜花插喺牛粪上？朱莉亚，你的话啥意思啊？没啥意思，意思就是你快啲点嘢食啦。是我真的那个鲜花女朋友啊！哎呀，点咩食点咩食点？那当然了，我肯定要点。花花，我去给你点吃的，你在这等着，稍安勿躁啊！我一会儿回来陪你。好的，慢慢啦，唔使急吓。坐。姐姐你睇紧咩啊？我睇紧直播啊！你睇你咁几犀利，一个人啊食三件战斧牛扒喎，劲唔劲啊？真系好大块啊！女。妈妈有冇教过你啊？人哋啲嘢唔可以随便睇噶嘛！你翻嚟食嘢。系咯，喜儿，有时间咧要睇多啲书，唔好睇手机，咁样好肤浅噶嘛，知唔知啫？真感动。对了，菜点好了，马上就上菜啊！稍安勿躁。怎么了？谁让你不高兴了？冇，正话咧，隔篱台有只乌蝇喺度嗡嗡嗡咁样，黑人憎到死啫嘛。有乌蝇咩？冇啊，作家叔叔，系人哋话佢睇手机唔中意学习啊。谁呀、啊？谁不让看手机了？看手机怎么了？咪咯，我成日睇手机噶啦，所以你咪冇文化咯。所以你咪冇文化咯。谁说看手机就没文化了啊？现在工作那么累，那么忙，看个手机放松一下，怎么了？对不对，亲爱的？你就看手机，我支持你。走自己的路，让他们无路可走。冇错啦，都系我男朋友啊支撑我，好饱啊真系。哎呦，我看到时间差不多了，你应该回公司上班了。哎呀，仲有好多时间，未够钟，不如我陪下你先呢。这办公室陪我，你说这干点啥呀？我睇报纸噶，看报纸啊！哦，有的是，来来来，看吧，看吧，看吧，看报纸，来，随便看啊。哦，呢啲咧比较复杂，哎，有冇八卦杂志啊？八卦？嗯，八卦有什么好看的呀？真是，八卦好睇啊！八卦可以令人放松啊嘛，系咪？你啱先讲话噶，亲爱的，我跟你说啊，这个社会上除了八卦之外呢，嗯。那我们还可以去学习学习，关心一下国家大事，怎么呢？这也叫学习啊。学习？你咩意思啊？吓，你啱先又话唔使学呢啲嘢噶，你而家系咪真系睇唔起我？话我冇文化？我怎么就看不起你说你没文化了？你很有文化啊、哦！你学富五车呀、啊，你太有文化了！来来来，坐坐坐坐坐。老哥，哎。哎呀，叔叔你可烂，老伯当啊！啊咁，我揾成叔饮茶啊，成叔去咗街，哎，啱撞到小笼包，佢哋有事揾我啊。办事太有力了，我跟你说，叔叔是这么回事，我们街道呢想搞一个这种广州这个广府文化的什么俚语啊、歇后语啊、什么灯谜啊，出这么一个板报。
所以上次请你给出出主意，给写一写。系啊，我同你拍档嗰阵喺我哋村经常出版报啦，好似《歇后语》，哇，灯谜《歇后语》好嘢。嗯，我跟你说，我歇后语最拿手。哎，系咩？歇后语难受啊！你小孩歇后语都这么拿手，你要向人家多学习一下。去下吧。我先唔信啊，小学鸡会叻得过我。小笼包啊，其实咧歇后语我都 OK 嘅，不如我哋交流一下咯。哎，可以啊。好，考你个啊，开水过头洗澡。滚水冲凉啊，咁咪即系汤猪。开水过头洗澡，熟人跟猪有啥关系啊？就是嘛，这开水锅洗澡，猪怎么能用开水洗呢？这不可能嘛。哎，再来、好啊。不，你成日用普通话歇后语，你考下华女唔啱噶嘛。我哋一于用白话嚟考下。好啊，粤语越好越好。哎，你错啦，白话先系我母语嚟噶嘛。嚟，嗱，听好啦，三水佬食面歇后语咩话？三水佬食面咁佢唔食，三水佬食面即系招板煮碗咯，呢啲嗱咁简单。嗱，跟住嚟，三水佬睇走马灯。三水佬睇走马灯，即系六族有来哦。嗱噶，佢唔识。嚟，仲有三水佬考试，歇后语。又三水？喂，我广州人嚟噶，我又唔系三水人，我点知道三水嗰啲习俗系咩嚟嘅啫？系咪？哎呀，好简单啫，三水佬考试即系少个得过。你话要广州习俗啊，唔要三水佬系嘛？冇问题。出条唔关三水佬事啦。七除以二，我识三点五。数学题唔系啊，歇后语啊，七除以二即系唔三唔四。你又唔讲清楚啲，我以为你嗰个系数学题嚟嘅添。哎呀，咁这就是，你这一股都好几个山水了，有本事你弄个佛山的。再说了，你这歇后语这就不叫文化是吧？这样你弄个成语来考考。成语。哎呀，成语呢我是 top 的。不过我够钟翻工了，下次再考过啊。不过我想起一个成语好啱呢个时候讲的。分道扬镳，拜拜。拜拜。这什么意思啊？喂，分道扬镳，咁即系分手咯。他应该说是分头工作。你看这那个整个叫张冠李戴呀！我的个天，我这个女朋友哪儿哪儿都好，就是这个文化呀，张小球。王老师，你是王老师吧？你是陈响妹。哎呀，王老师啊，你的记性可真好，你还能记住我的名字啊？响妹，你的名字啊太特别了，我想不记得啊都难啊。哎呀，王老师让你见笑了。哎呀，对了，王老师啊，你怎么在这儿看书啊？我约了个朋友啊，正在附近瞧点事儿，他呀还没来。我就先在这会儿看个书。哎，王老师，您看什么书啊？哎，你看，深度学习的基本原理。您真是都学富五车了，您还这么爱学习。哎呀，那家伙，你是还有别的事吧？那你先去忙吧，好吧？没，我也没什么别的事，我就接我女朋友。哎，王老师啊。你看今天碰上了啊，要不这样的，改天咱们一起吃顿饭好不好？好啊，那我看明天可以吗？明天没问题，这样的，明天咱们就定在这个前面有一个阿娇餐厅，好不好？明天中午12点，我带上女朋友，咱们一起吃顿饭。老师怎么还不来呢？好痛啊！朱莉，你来这干什么？哎，这真奇怪，这是公众地方，
这些你们来，不许我们来了，真是的。来就来啊，我跟你说啊，千万不要多说少道的，好不好？我不会。趁老师没来，我赶紧先恶补一下文化课，好不好？啊！哎呀，我昨天晚上给你的那本那个叫《儿歌三百首》，你看完了没有？儿歌三百首，你今日带佢见你幼儿园老师啊？儿歌三百首怎么呢？里边也有中国的传统文化，好不好？那里边有三字经，哎，三字经你看了没有？三字经啊？嗯，有，我见都有噶。只不过呢，我昨晚睇咗三个字之后就瞓着咗啦。三个字之后你就睡着了，那就等于说你一个字没看呗，是不是啊？那你等会儿老师来了，你怎么跟人家聊文学呀？咁人哋睡眠质量好嘛，咁我都冇计噶。哎呀，人哋白天翻工好眼瞓，翻到屋企一搭落床就瞓着咗咯。好了，这样吧，等会儿老师来了以后，你坐下来，你千万不要说话了，好不好？我说话的时候你也不要插嘴。得啦，知啦，我咁叫眼女得未啊？一句话不能说，好不好？你可以说第二句、第三句。痛，我咩都唔好讲啦。得，系点噶？系边？阿华女，我支持你讲啫。真是，我看他事儿大灵不行啊。哎呀，王老师，你好，你这么快就来了啊？来，王老师，坐。哎呀，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女朋友。哦，你就是华女啊？嗯。颜值很不错嘛，这回呀、真让陈小妹呀、想着了。哎，华女好像不太爱说话是吗？我今天喉咙有点不舒服吧。她是这样的，因为呢，她的普通话说不好，这个粤语呢，她又怕您听不懂，所以、哎，我怎么会听不懂呢？我在广州啊，也待了几十年呐、你讲啊。我听得明白。你讲啊，听得明白。那个老师啊，要不这样子，你看你吃点啥，咱们赶紧点菜吧，好吧？来，随便吃什么都行，主要啊是聊天嘛，啊。你哋慢慢倾，我会点菜啊。啊，你点菜去啊，慢慢点，不要那么着急回来，好吧？这么漂亮的女朋友不回来。你不相思吗？怎么会不相思呢？古诗有云呢，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嘛。好，温庭筠的红豆啊写得很不错。嗯，不过嘛，我更喜欢王维的红豆。哦，哎呀，老师真是高见呐、这个红豆啊真不错。不错，红豆不错。咩呀、红豆？红豆好吗？老师都说不错了呀，错啦，梗系红豆啊，边有够绿豆好呢？绿豆先至可以清热解毒噶嘛，加多嚿番薯啊，就更加完美啦。老师，番薯糖水好啊，番薯糖水好。咁甜品嘛，咁肯定系绿豆好啦，绿豆好过红豆好多噶，维生素啊都系绿豆多啲噶。行了，我和老师在这聊是古诗红豆啊，你都扯哪儿去了呀？我唔知道你哋倾紧诗集，我仲以为系点菜。古诗你不懂吗？现代诗呢？三毛的诗集你看过吗？三毛，我梗系睇过啦。你看过三毛的？睇过，梗系睇过啦！呢只嗰个头上有三条头发嗰个嘛，《三毛流浪记》啊嘛，我梗系睇过啦。佢成个动画片嘅全集我都睇过晒噶啦。诶，不过个僆仔咧大咗之后，佢出咗诗集啊。此三毛啊，非彼三毛。老师让你见笑了，他就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白领。小白领。白的好，白的好，他呀就需要这种纯净的白。对了，纯净的白，干杯！纯净。哎呀，我说大林呢，我真是我，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啊，这外甥打灯笼，
即系点啊？造就嘛！哎呀，这么简单，你说我好赖也是个作家，可是你……喂，喂，你咁讲咩意思啊？你真系嫌弃我冇文化咯？哎呀，我没有任何嫌弃你的意思，亲爱的，来坐下，坐下。没文化啊，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呢？不爱学习。我建议你啊，还是报个班啊，好好提高一下自己的文化素养，好不好？不好。我又唔系小学鸡，我点解要去补课啫？唔通啊，学多两句诗词歌赋，我就会飞黄腾达啦咩？吓，唔通咁样我就可以改变命运啦咩？哎，这个你还真别说啊，林哥，有一个外卖小哥，就在诗词大会上击败了北大中文系的硕士研究生。一举夺得了冠军，从此他的命运就发生了改变。哎，发生咩改变啊？被公司提拔任用为叫这个公司的文化宣传大使，从今以后不用再送外卖了。哦，哎，咁如果我读多啲书，学多啲嘢，系咪都有可能咧？翻到公司咧，升职加薪啊？那是必须的呀，所以说嘛。一定要好好学习，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啊，知道吗？快点啊！这个咩夜校嚟噶？王老师，咁细间嘅咩？这里不是夜校，是我退休后啊开的一个书法班。你带我嚟度学书法啊？哎呀，花花，你听我说啊，常言道这个字如其人，你明白了吗？你呢长那么漂亮，可是字写的那么丑，所以说我就想呢让你跟着王老师好好练一下字，顺便补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晓得吧？哦，咁系咪而家就开始练字啊？那也不用那么着急，我呀还有几个学生，待会儿他们来了以后再一起练字，现在呢你先呐练练手。哦，练手点练啊？给。哎呀，老师你唔使咁客气啦，我食咗饭先嚟嘅，我唔饿啊。哎呀呀呀呀，老师给你鸡蛋不是让你吃的，是让你握在手里边练的。啊？放喺手度练？系呀，写字啊，讲究个指实掌虚。手心呢是空的，最好啊能在里边啊放进个鸡蛋。哦，走，我咁大只鸡蛋点揸啊？呢个系咪鲜鸡蛋嚟噶？哎呀，你管什么鸡下的蛋干什么呀？这个别赖人家鸡蛋大，是你的手小包不过来。但系咁样揸住练啊，我手。好辛苦哦。这倒辛苦了，我告诉你，想要练好书法的话，你至少得要扒三层皮。三层皮我不学了。哎呀，你怎么说不学就不学的？你要嫌鸡蛋大的话，我这样，我给你买个鹌鹑蛋好不好？鹌鹑蛋？你当是猫爪咩？哎呀，小妹，你不在这里捣乱了，你把它交给我，你到外面呢溜达一个小时以后再回来接它吧。好，行，那王老师，我先出去了啊。娘不怕呀，别像小孩子似的啊，好好练。我给你买雪糕，好吗？好了好了，你当我小朋友吗？草莓味的。好了，好好学啊。好了好了，来，先练着吧啊。哎，老师啊，我又来了。阿妹，你嚟呢度做咩啊？我嚟呢度学书法咯。哦，即系我嗰个同学系你啊？嘿，你个同学唔系我，你个同学系佢哋两个啊。好。吓，我要同呢两个小学鸡一齐学书法啊？咁我咪好鱼？哦，咁未算鱼喎。佢哋两个唔单止系你同学，仲系你嘅师兄同师姐。点解啊？嗱。就算早一日拜师咧，都系你嘅师兄同师姐。叫人啦，师妹好。
美女，这是要去哪儿啊？啊，你点解会喺呢度嘅？很意外吗？我早就猜到了。啊，你肯定不好好上课，所以我就在这守株待兔，你晓得吧？哎呀，这但系呢，你要我叫嗰班小学鸡做师兄师姐呢，我真系点都叫唔出口啊！凡事有个先来后到嘛，对不对呀、啊？你就叫一声呗。当当当当，徐工啊，我就知道你喜欢吃草莓味的，特意给你买的。嗯，注意啊，这两个手指呀，来来来，进来，快点过去。哦，喊他呀，你儿啊！师姐，师兄，老师，我翻嚟啦。师母你咁快翻嚟嘅，去边啊？你不是逃学威龙吗？怎么那么快回来了？因为呢有人买俾我食咯。咩啊？噔噔噔噔，师公啊！我们喜欢的就是这种精神层面上的东西。我怕我女朋友华女啊，被人给撬了。啊，早就退了，真的假的？